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宅。我的生活就是每天面对各种漫画、游戏、代码、泡面，以及对女神的白日梦。前几天我在霓虹国获得了一位女朋友，原本以为就可以开始过上那种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，但是并没有，因为我还顺便获得了一位男朋友。我会用实际行动来改变你对我的印象。我花了我所有的积蓄把他买回来，以为他能陪我一块生活。结果没想到他就跑路了，天天两人你侬我侬的关系闹不存在啊！他绑定了你，我怎么办啊？你还有我吗？所以我们现在三个人，就以我喜欢夏娃，夏娃喜欢亚当，亚当喜欢我的完美三角恋关系，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了一起。我想改变这一切，怎么改？修改夏娃的程序设定，让他重新绑定你。机器人对主人的爱是唯一且忠诚的，强行修改很有可能导致程序紊乱，下巴失控，做出你无法预估的事情。从今天开始，家里的规矩我来定，在这个家里我是老大。住手！我们机器人体内的记忆模块，你去把亚当的记忆模块拆下来交给我，这样他就是我了，极品涂黑你，不然的话我就会当众宣布，我是一个机器人，是你按照佩妮的样子定制的，满足你的意淫需求。How can I be so？ 你怎么穿着阿宅的衣服？喜欢吗？我要你啊。等一下，我只是想睡他而已啊。就是这件事情不可以啊。阿宅，请原谅我吧。圣母，你又切换性格了。我还是我吗？你这是有心事的表情吗？最近我的情感模块升级了，我可以体会到更多的情绪。我未来的生活是没有你的。被人锁定一下，拿出来性格解码。如果他还想要暗中争时代的话，就一定会再次出现。性格切换以后，你真的不记得以前的事了？不记得了。你骗不过我的。你这样帮助阿宅取得他的信任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